欢迎到 MLSys.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X 即可享有 5% 优惠哦。Hello， 你好，我是诺斯。好，进入话剧我们的买题模式。今天所要介绍卡片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Sean Camp。Sean Camp 这张卡片的话，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飞行学院的这个奖励卡。那这张卡片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张卡片算是一张比较尴尬的一张卡片。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现在大概拥有三到四种这个大前锋的选择。首先的话就是 Angel Carrico。Angel Carrico 在各项数据上的话都是 A 甚至 A+。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如果你把这两张卡片拿来做个相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诶，为什么这个 Angel Carrico 跟这个 Sean Camp 比起来的话，感觉 Angel Carrico 又更好一点？因为在各项数据上的话，它都会比这个 Sean Camp 还要再突出一些，除了禁区防守以外。除了禁区防守，我个人认为这个禁区防守的话 A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你不需要到 A 加才能守得住。我讲个简单一点的，如果对方是银河蛋白石的张伯伦，你不管是 A 加还是 A 什么，你怎么守都守不住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外挂一般的存在。那这边我就觉得，如果你丝毫会去选择 Angel Carrico 的话，其实事实上你似乎会比像 Camp 再好一点。好，另外我们再拿其他两个这个丝毫会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Tim Duncan。Tim Duncan 的我就不用讲了，在各项数据上基本上都是有相较起这个 Sean Camp 来说的话，都会有更好的一个能力。那这边 Sean Camp 的话，他是6尺10的一个身材。那这边6尺10的身材的话，如果我们拿他来跟同样身材的这个 Black Griffin 来做相比的话，诶，你会发现，诶，怎么会这样子？你不是新卡包吗？你怎么还会比这个 Black Griffin 还要再弱化一点的感觉？无论在三分球投射上面以及这些组织进攻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 Black Griffin 都还要比 Sean Camp 这张卡片还要再好用。那为什么这张卡片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尴尬的出出来呢？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当时这个出这卡片之前的话，2K 自己也没有想好。那为什么好像所有的卡片四号位的卡片怎么比好像都比这张卡片好呢？ Sean Camp 这张卡片的感觉上，无论在各项数据上都没有办法比这四个 Tim Duncan、Black Griffin 甚至 Angel Carrico 还要好。那这张卡片我个人认为你要比扣篮嘛，对啊，他的那个他有很多这个名人堂级别的这个徽章是扣篮专家嘛。那我们这边跟 Black Griffin 来比，那些个人扣篮大师 Black Griffin 也有啊。你说好，我多了三个金徽章嘛，那三个金徽章你多了什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上下假动作、沉底步，这项这个挡切突破高手，其实事实上啊，金徽章你自己想加你就可以加了啦，你也不一定需要他这边多提供这三个徽章给你啊。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那我就觉得啦，像 Camp 这张卡片的话，你绝对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假设你没有 Black Griffin， 你没有 Tim Duncan， 你甚至没有 Angel Carrico 的话啊，我个人认为你都可以用 Sean Camp 这张卡片。那这张卡片我个人认为他甚至不用我介绍，你知道吗？他今天甚至不用我去做一部影片介绍他，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 Angel Carrico、 Tim Duncan， 我就只差 Black Griffin 没有介绍之外，其他我都介绍。我个人认为这张卡片在这个时间点出来是相当不好的。如果他在这前面这几张出来的话，如果他在前面一点出来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张卡片的我的评价不会到这么低。但是因为有 Black Griffin 这张卡片，你个人扣篮 Black Griffin 有，你的疯狂篮板手 Black Griffin 也有，你的任何东西 Black Griffin 都有，甚至 Black Griffin 还有三分外线，你没有三分外线，你的三分外线的话六十几，没有人会想用你来投三分球，你能理解这意思吗？所以这张卡片在这个时间点出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张卡片的话并没有收藏价值，除非你是这个Gary Payton 还有这个 Sean Camp 的粉丝，所以你会想要这张卡片。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张卡片在现阶段并没有我们所认知的收藏价值在。他打不过 Tim Duncan， 背篮转身会被转到外头，你个人扣篮你可能也个人扣篮不了这个 Black Griffin， 因为 Black Griffin 的话在整体身材以及力量上面的话，就算没有比你高至少也跟你差不多。那假设你为了防 Black Griffin 的这个切入扣篮，那对方外线就会直接投起来，那你这张卡片出的就没有任何意思了。我在最后再讲一次，个人扣篮你可以选 Black Griffin， Black Griffin 甚至还有带外线，你如果要对位 Tim Duncan， Tim Duncan 会直接把你转到歪头。那你假设对到这个 Angel Carrico， 那你更不用讲，
你除非从头到尾都来外线防守，那你的这个禁区防守 A 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从头到尾不会在禁区里面。那这张卡片就是很尴尬一张卡片，97评分，但是没有人会想用它。现在你还会看到有人在这个 Unlimited 里面去用它，那是因为它刚出卡片大家觉得很新潮。你相信我，大家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四号位没有再出一些新卡片的话，大家都会回去用 Black Griffin、Tim Duncan 这些球员。就 Carrico 他可能摆三号位，所以他不会用到他。那这边我个人认为，他在这个时间点，这个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出这张卡片，我个人认为他会是一张应该在过一两个礼拜就不会再有人去用他的一张卡片。那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张卡片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分析。那各位如果认为有道理，或者是觉得这个影片的话对你有帮助，就是原本你想要去收这个飞行学院这张卡片，然后你现在突然不想收了，个人认为有帮助到你，我是觉得还不错。好啦，本次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了下方订阅，并且想要再次关注我最新影片动态，那 B 站影片的话也不要按赞投币送，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好，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哦，拜拜。